将再会邀请出一位飞行巡歌官，接下来掌声欢迎张碧晨。哦，哎，没有想到哎，碧晨好。走，海军城，海军少女。不知道我们的歌合不合他的口味，我觉得应该可以。三、二、一，请亮卡。两位巡歌官亮卡。我们一起唱的话，我可以当做中间的那个七，你做那个君，对，看你自己选吧。我觉得他很厉害，我也还行。嗯，我觉得我们如果合作的话，如果说我真的能有什么能够帮到这首歌的话，我觉得可能是对于你的喜爱跟对于你的理解，我能够懂你，并且我相信有一首歌可能其他人都没有听过，但是我听过，这首歌叫做《爱人》，是他的一首歌。对，所以其实我在之前就有注意到门宁的创作，所以我觉得在合作的时候懂得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么我出了这一步棋，我看看张碧晨怎么办。搞到了懂得这一块，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有自己个人特色的歌手，然后我是希望我们在合作的时候能够在保留你自己的所有的想法，然后所有的特色的基础上，能增添进一些我们之间的碰撞的色泽。我现在可能还没有那么懂得你，但是我还挺期待和享受这个去懂得你的过程的。对，哦，打感情牌啊。原来碧晨跟龙龙都这么能说。我觉得很好看。 Follow your heart。 八，谢谢。去吧，去巡歌官汪苏泷那里接过属于你的卡。哎呀，谢谢张老师。哎呦，你也很优秀。首先这是今天我听到现在最有感觉的一首歌，然后最后一个词是守望，是不是唱完之后我觉得我的心里很难受，就好像我自己的心里也在守望什么落空的感觉。然后我觉得我在听的时候其实脑海里面已经有很多的画面了，那个画面是我们俩一起合唱的画面。我觉得我们如果合作的话，如果说我真的能有什么能够帮到这首歌的话，我觉得可能是对于你的喜爱跟对于你的理解，我能够懂你，并且我相信有一首歌可能其他人都没有听过，但是我听过，这首歌叫做《爱人》，是他的一首歌。对。